你。在刚结束，动了，乱动。开始。
Thank you.
好，你很棒啊！
钟欣怡没有声音哦，钟欣怡，钟欣怡没有声音哦，Hello，没有声音哦，只有他听不到哎，为什么？钟欣怡没有声音，他弹得很开心，结果我们都没有听到，钟欣怡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，钟欣怡没有声音。他都表演完了，等一下我传赖跟他妈说一下。天哪！完全没有声音哦，你们完全没有声音哦，钟俊起完全没有声音。没有声音。你们先看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再轮你们。我先下一位，下一位是周景谦拉中提琴，来，你把谱放上来，动作快，不要这样子拿琴了，琴会坏掉，不可以拿那边，真的会坏掉。我要再重来一次。你这样没礼貌哦！啊，这样等一下。老师，我要再重来一次。一个，钟欣怡，你最后一个，你等大家表演完好吗？什么最厉害的在？魏老师，我在最后一
那种的吗？雪呢？有。有。是你。他没有开麦克风了，谁没有开？他老师没开麦克风。哒哒哒哒，星星起来，人人都是。你不要，你不要啦！重新开麦克风。
我们要准备抽奖喽，同学们，我们要准备抽奖喽。那我现在分享我的抽奖画面，稍等一下哦。我要一个问他们要什么。垃圾车来的。我哪有晃？哦，他哦，这个给我，我自己弄。好，礼物在这边哦，有看到了吗？这个是，有这些哈。好，等一下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，请你先告诉我哈。好，来，方立伦过来帮忙呢。你就这样子对着礼物照就可以了，不用照我哈。好，来，我们要准备抽奖喽。好，准备第一位，甜心，甜心是第一位。好，袁熙来，你先抽。每个人只有3秒就要马上选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回去。去给丁老师拍照哈，好，继续。豆豆，你3秒钟可以选哦，小心哦。好，去跟丁老师拍照。中秋节，中秋节，请你告诉我你要什么？张信彤，你来吧。张信彤，我跟你说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
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你要几号？直接写在这个讯息栏位，通话中的讯息那边写上你的号码就可以了。中信投，如果你要皮卡丘在这里，这里有三只皮卡丘，开近一点，开近一点。这里有三只皮卡丘，或者你要用讲的也可以。中信投，你跟我用讲的也可以，你要什么？好了吗？3秒钟，时间要到了。我们下一位了。三、二、一，你要用讲的吗？还是直接用写的？黑色、灰色、白色。黑色。黑色，好，这一只哦，哈，好，这个帮我记起来，这个是中信同的哈。好，继续下一位。小何，我应该去叫你最后一个虫，你先选一样，现在只能选一样。好，拜。去拍照。好，继续抽。抽进去，来，好，你去拍照。好像跟豆豆一样。方立伦自己选，我帮你挑。好，你说了，你要哪个？用讲的就好了。第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个。确定啊，好，等下就你拿着，你用手拿吗？他等下再弄啊，他很忙哎、欸。好了，准备要继续。他一轮没删掉。安安，自己选一个。好，去拍照。小恩跟小恩，小恩来。好，去拍照。周静江，好，再选第二样。好，去拍照。周静江，去拍照。乐意来，我拿着，好，去拍照。早安，第二个。当然我想要的，那就不要了。不是还，那你有我的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只能这里，就只能挑这里，没有就没有了。那就不要了，下一位。你第三条。小红。第六。凌晨啊。好，下一位。去拍照。庄信奇，庄信奇，你要哪一个？庄信奇，你要皮卡丘对不对？皮卡丘有这两只，你要灰的还是白色的？放大一点，我看不到。你在欺负姐姐吗？那个拍照的不是我呢。看到了吗？你要灰？哪一只？灰色。好，灰色。白色那一只。好，什么啦？灰的还是白的？白的，那个灰色白的那一只，好，知道了，OK，好，下一位，我不是你的名字，好，郭天宇来，
我在这里，关心你来这边，你是不是迷豆子这个？我好厉害哦！好了，给你拍一下，来，给你拍一下来。不是你要拍，是他爸爸要拍。好，下一位了，最后一位了，是谁？好紧张，好紧张哦，潘佑真，潘佑真，不用抽奖，直接挑，来任你选。佑真，你有好多可以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你要哪一号？你是不是喜欢这个贴纸？是哈，一二三四，这一只迷豆子的吗？对。好哦，没问题。好啊，然后我们刚刚有一个有奖征答，问那是什么曲子，就丁和鱼答对是贝多芬，所以丁和鱼可以再来选一个。你走过来就好了。好来，我去侦查。对，三。这个可二以拿来贴。一，你可以贴指甲，快点，哎，时间到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时间到，好，请坐好，请坐好，不要拿别人东我西。要的好，是那个接小下鱼。来我们下一题的有奖征答，有奖征答哦，准备哦，有回答的人直接开麦克风，直接回答，你们现场的人知道的人也举手回答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可以哈，可以哈。好，请问张继和宇刚刚拿小提琴那一首曲子叫什么名字？张继和宇不能回答。好，欢迎张继和宇。我有听到有人讲话，谁说？有人知道吗？有那个郭新宇的妈妈吗？还是谁知道？可以直接开麦克风说哦。是什么曲子？老师，我有听到有人讲话啊，你说的，你说是不是奇异恩典？是吗？是幼珍吗？是幼珍讲话吗？是吗？幼珍你在吃什么？啊，幼珍你答对了，幼珍拿你这边选一个。对呀，他弟弟好可我跟老师说，爱。一二三四你五要什么？贴指甲的，贴指甲。好，知道了。好，再来下一题，再下一题哦。请问一下，刚刚有四个小朋友，他们在弹的是什么东西？你们四个不能回答，他们刚刚弹的是什么乐器？很简单吧？来，你们现场的人可以回答，举手回答。一二三，好，抽几颗？你有事吗？不对，举手回答。刚刚那四个小朋友弹的是什么乐器？电子琴，哦，答对了，周星驰答对了，周星驰来，你要什么？皮卡丘对不对？差不多，我觉得在。好，这一题哦，最后一题哦。今天音乐会的日期是什么时候？28号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张敬晴说的，张敬晴说的，张敬晴，张敬晴先让给别人，你刚才回答一个，还有谁知道？你们知道吗？今天日期是几号？啊，丁英宇说，8号，对，你们都答错。我确认一下，这个迷豆子的笔是谁的？这支是谁的？这支迷豆子的笔是谁的？
这只名豆子的笔是谁的？哦，这两只是中信启的，然后这一只是，哎，不对，中信启是这两只，对不对？然后中信同是这一只，潘佑真的，然后这一个是那个郭新运的，对吧？那只有这一只忘记是谁的，这一只是谁的？那你到这是谁的？我忘记这只是谁的，等一下跟我说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发证书。证书，没有证书吗？好，现在老师会有两张证书，一张证书是大的，一张证书是小的。为什么有两张？因为大张上面有一个像那个钞票回收。像我的麦克风没关吗？好，接下来请同学来看一下这边丁和宇的证书。我先发大张的好了，不然小张的太麻烦。来，丁和宇来，先站在我旁边来，直接来拿哦。你认真一点好吗？安安坐下，安安坐下。等一下拿到的同学请记得看镜头哦，这张不能折到，回去把它互背了。丁恩宇来，看镜头，丁恩宇，林子彤，再来为林晨安排队，你不用站起来了，林子彤快点来看镜头，镜头在丁老师那边。要笑哦，要笑。因为我跟妈妈已经到了。知道了，凌晨啊。周敬谦呐、啊。啊，周敬谦，你回来还没好？你为什么一直动？你呀、啊，你老师说你还没好。周敬谦，动作快，下一位是，哎，周敬谦，谁再站起来一次就不要拿证书了。廖逸云、汪立伦，准备坐下，你也要把证书还我吗？你把裙子拉下。要不然大家会看到裤子的。来看这里，看镜头。好，汪立伦，安佑真是下一位。来，大家都有看到吗？我们的证书。哦，你好高哦。艺术。好。陈妍希，哎，在座的有谁没有拿到大张的？都拿到了吗？好，我现在发小张的喽。小张的，你们回去把它互背起来，贴在墙壁也可以，或大张贴在墙壁也可以。周敬谦。
这个我就不照相了，因为这很小张。林晨安，回去再把它贴起来。林子彤，丁恩宇，你知道你叫丁恩宇吗？你叫林子彤吗？丁恩宇过来。我谁在讲话？什么事？丁恩宇。你说又在问他的证书怎么办？那无聊啊，你没有要拍照，陈依希。好，来拍右边，来的时候干嘛？郭立伦。好的，同学呢，请你们拿好你们的证书，然后到这边来，先拍一张合照。你要来补吗？啊？我不用，我只要证书就好。好的，同学到前面来，我只要拿大小账也可以进来。谁呀、啊？谁在玩口水？就不要把拿上去了。谁先生同学开一下镜头，我帮你们拍一下照。先生同学开镜头哦，小朋友。为什么要玩口水？几岁了还在玩？亮宇，你的我没有看到了，我再做一个给你。小张的，我再做一张给你。我先照片照小朋友，你不要拿那么高，谁拿那么高啊？我今天放低一点。高进谦，你挡住自己干嘛？林子彤，你折到你的纸了。我先照片照小朋友，可能要看一下镜头哦。看一下镜头，同学，看一下镜头。妈妈，你挡住。我没有要。跟你们在这里。啊，等一下啊！因为我们下一边现在还没一起拍照，可以花一点拍照。先不要说，我帮你们一个一个拍照。那个亮宇，你照去拿。来，亮宇先过来拍照。这三只不是我的，这三只是谁的？然后这一只是谁的？要跟我们说哦，我不知道是谁的，我忘记了。好，玉云来拍照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拜拜哦！我们要准备拍照，你们在家也拍照哦，好吗？老师，拜拜，拜拜，老师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那个要接孩子哦，有孩子在这边的要记得接哦，哈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但是。